据环球网10月14日报道，中国和印尼两国联合建造的雅万高铁13条隧道全线贯通，正线已开启全面铺轨。雅万铁路对于中国高铁走出国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中国首个全产业链的海外高铁项目，也是东盟地区首条高速列车，意义巨大。印尼总统佐科前往铁路工地视察高速铁路的建设状况，频频夸赞雅万高铁的建设很成功，各方精心策划，克服地质灾害、疫情等困难，按照既定进度建设的高质量铁路，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印尼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雅万高铁对印尼的帮助，雅万高铁的开通对印尼的经济社会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该项目推动了印尼在车轨制造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并推动外商在钢铁、铝材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拉动印尼在火车制造、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雅万高铁的修建也为印尼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机会。高速铁路的建成将拉动周边工业园区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印尼就业、投资、旅游、物流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为沿线区域建设新型经济增长带。印尼人从雅加达前往万隆的行程也将由原来的3个多小时减少到40分钟。未来如果雅万高铁延伸到泗水、横贯爪哇岛，将会进一步加深区域连通性，并推动全岛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特色化列车雅万高铁工程是中印尼两国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高速铁路的施工全过程都是按照中国标准施工，并融入印尼本土化的尖端技术。该列车采用中国复兴号技术，车身上会有科莫多龙的印尼国宝，融入当地婆罗浮屠佛塔等元素，以灰色、红色、蓝色为主，座椅上还点缀着印尼特有的巴迪克祥云图案，充分迎合当地民众的喜好。雅万高铁项目的顺利建成，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两国在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方面创下新典范，更是让印尼人民真正体会到一带一路的好处。印尼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将让中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